大家好，我是小鱼。今天天气很凉爽，好久都没有那么好的天气了，一点都不热。我拉一点长豆角回去做泡菜，这长豆角已经长到拖到地上了，我把它都拉掉。这些长豆角都长得掉到地上了，我把它全部都摘了，再摘一点就差不多了。好了，这么多已经够了，拿这些就可以去泡豆角了。现在准备回家了，走吧。这是我下午摘回来的豆角，还有辣椒，我还准备了一点嫩姜。这个是嫩姜，准备多一点泡菜。这个是我之前泡的泡菜，已经快吃完了，我现在把它先洗一下。豆角不需要把它切断，就一整条就可以了。豆角洗干净了，我们现在要把豆角沥干。大家做泡菜的时候一定要记住，用洗过的水啊，一定要把它弄干，不然的话它直接放在那个泡菜里面，那个水会坏掉的。不能够用生水，要用开水，凉开水。豆角已经晾干了，我们现在把它放在坛里面去。泡菜放下去，再放一点嫩姜，然后再把摘的那个辣椒也放下去。这个是凉开水，大家不要倒生水哦。盖上盖子，然后倒一点点水在那个周围。这是我前两天泡好的泡菜，今天拿一点出来炒猪肝。我们先把猪肝洗干净，还要准备炒两个菜就吃饭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，如果大家喜欢小鱼请关注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